Over the last 15 years, we found that one-stop beauty is a preference of consumers. Senzo was established in year 2009. Nowadays, we are changing to digitalization of technology beauty culture. We provide customization, personalization services, and consultation for every client. We research and develop to create products for a universe which is the new form of luxuries. We do personaliz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providing never-end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dustry to innovate. We believe that as we integrate into the team, we work smart to maximize personal value. We achieve our excellence through teamwork. Reverse your age look. Experience the difference with us.酷看网络电视盒，让看电视变得更简单。酷看 ，Get better, get easier。Hello， 各位 Women TV 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 Annie。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这个直播是提早了一个小时开始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今天呢，我们的嘉宾非常特别，他的故事我们要听上很久，让你听出耳油。所以，那我们来现在来看看他现场的观众，哇，好多！好，现场观众们，你们好，招招手啊，好。那现在现场的观众那么多，但是哦，现场是不可以录影的，所以你只可以在面子书上看到我们这一个直播。然后如果你现在正在看着我们的直播，欢迎你分享出去。好，那接下来我就要介绍我们今天特别从台湾远道而来的，刚刚下飞机嘛，是吗？啊，刚下飞机的林语堂国际著名心灵导师，就是刚刚你们看他的出场影片火不火爆啊？火爆吧？OK， 好，那位就是我们著名大名鼎鼎的林语堂国际著名心灵导师。好，在我请他上镜之前哈，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这个简介。那他就是量子转念引导技术首席高级引导师。同时也是量子转念技术量子转念引导技术首席辅导师，量子转念共振课程带领导师，中国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同时也是 APEI 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好长啊，给我一点点时间我把它念完。好，同时也是马来西亚诚景意识工作室，就是幸福方的专聘讲师，也是新加坡意识无限工作室的专聘讲师，也是台湾中华量子转念海峡两岸交流协会名誉理事，中国南宁荔枝文化专聘讲师，还有两个，等一下。就还有，同时也是这个台中市政府志愿服务训练结业志工，同时也是山东济南市心理卫生协会的专聘专家顾问，是不是觉得好长？这位嘉宾一定很棒，那今天你们一定不会走开的 ，OK？ 好，线上观众的朋友，大家。好，虽然我们今天人数众多，所以很抱歉不能一一叫到你的名字，不过等一下我们就会留意你有没有在分享，你有没有在给我们点赞。 OK， 好，那现在欢迎我们从台湾远道而来的林语堂国际著名心灵导师登场。 Hello 大家好，掌声好多呀。
大家好，我是林语谭，今天终于来看到我们知名的主持人，我觉得很开心，谢谢大家一起来。嗨，同时也是新这个我是自己生命治疗师的这本书的作者哦。那这本书已经是绝版了，对，那没关系，既然已经绝版了，那么我们就请真人来给我们讲书。OK， 那好了，林语谭老师，很欢迎你来到马来西亚，来我们先握个手。我也很开心。从台湾远道来到几个小时的飞机？四个多小时。四个多小时累吗？你看我样子应该有点累。应该有点累吧，但等下你聊起天来应该不会累了。OK， 好，那今天我们的访谈我们就以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跟大家交流。那同时等一下你们在看着这个节目的同时有什么问题想发问的话，你可以给我们留言。OK， 有人说老师好漂亮啊。Okay, 谢谢语谭老师好，哇，好多人了。OK， 好，那我们先第一个就来说一下老师的经历。在我们得到的资料当中，就是老师在13年来全球个案累积3000多人，一对一个案以集体心灵引导服务。好棒啊。其实应该这么说，我是这个量子转念引导技术的最佳的受益人。因为我的生命来讲，如果说我没有去探索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困惑，如果我自己都没有找出生命的答案，其实我很难去接引这么多人走出他生命的困惑或盲点。那我其实一直是每一次都有感觉说，与其我们一次次的抱怨，其实只会离我们美好的生活越来越远。那不管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糟糕，其实我们都有找到值得感恩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方面。可是如果一个人过度的只看到生活上的问题，而不是看到自己生活中的美好，那我觉得在生活上你要过得美好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好，那等一下我们就来让线上的观众有一点点的挑战。你们如果有在看我们的直播，请你们赏花吧。赏花来打赏一下。就发一朵花在下面，让我们知道你在听着。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进入一个非常深层的对话。好的，给。那么老师所擅长的项目呢，就是有这个人生整理术，还有情绪释放，还有这个自我对话，还有亲人往生对话。那这个有一些是我不太明白的，所以今天我就一个一个来请教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解答。是啊，还有关于金钱对话，我对金钱对话这个会比较感兴趣。比较有兴趣。对吧，你们也是一样吗？那还有家庭关系、亲子关系、两性关系、个人与团体的自我成长等等的这些项目。好像花也好多了，有太阳花，谢谢，有玫瑰花，又有郁金香花。OK， 那老师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们观众来讲解一下这些关于这个你所擅长的这几个项目。项目嘛，其实我先说到我自己，为什么今天我相信主持人包括所有人会对我比较有兴趣的地方，是我曾经是个癌症病人嘛。那其实在这一条怎么疗愈自己，能够从一个癌症重症患者到康复这个过程里面，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在眼里。那其实我今天能够坐在这边讲到我擅长的部分，在谈到擅长之前，我倒是比较想要谢谢，也许现在正在 FB 或者是你现在在用微信在看着这个直播的人。你知道吗，在2009年当我生病的时候，其实是有好多海内外的一些观众跟学员，他们是带着爱跟祝福的祝祷。其实我会疗愈的这么快，有一个部分是这些人当时不断的发起一个祝福的心念，希望我健康，希望我恢复到健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在书里面是有写，可是绝大多数现在认识我的朋友其实是不知道的。
那我的生命，我的专长为什么放在人生整理术？我认为一个人你要看他自己生命过得好跟不好，是从一辈子的角度来看、嗯、那绝大多数我们等要可能到死之前的那一天、嗯、我们可能才能够评论说我们这一生到底过得好不好。嗯，那很幸运的，我在2009年我得到癌症，我也有。为什么说幸运呢？因为我有在有生之年去看一看、嗯、当我得到癌症的时候，当我在靠近死亡的那一刻、嗯、到底有多少人愿意来看我。而且那个时候是癌症应该是晚期，嗯，蛮严重的。对，嗯，那我为什么提到这件事，是让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要走之前，我至少看到有这么多海内外的朋友，或者是我的学生也好，我的朋友也好、嗯、我的家人也好，嗯，他们对我是有一份疼爱的。嗯，那这对我来讲，一个人之将死嘛、嗯、那我会看到哇，原来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原来是有一份作用力的。我至少我要离开是有这么多人是不舍、嗯、这么多人是爱我跟关心我的、嗯、那表示我在做人做事的这一块，我觉得我是还是及格的。嗯，有机会去审视。嗯，那我也因此而感觉，就是为什么人一定要不定时的去审视你自己这一辈子当中，到底我们如果是今天生命将死的一天，到底有多少人会记得我。嗯，那我在这世界上到底留下多少有意义有正能量的事。嗯，那癌症这件事刚好让我有机会去见证自己的生命的轨迹跟路途。嗯，也让我再次审视，就是原来人走了这一遭，你对这个世界你到底留下了些什么。嗯，那在那一段时间，我刚好借由所有助导的人，我去看到我的来访者，我的个案，我的这些曾经上过我课程的这些人、嗯、我因为自己的存在，因为量子转念引导技术这样的一个自我转念的一个技术，而让每一个人在他的生命中过得更好。嗯，所以他们会来记得我，或会来关心我、嗯、所以我才会开始在我生病好转的这段时间，我所做的任何的自我转念，或是所带的每一场疗愈、嗯、我都是协助人们去认识他自己，探索他自己，并且知道他自己存在的天赋潜能，或是存在的价值跟活着的意义。嗯，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专长的部分。那一个人如果正视到说，原来你在世界上你都怎么活，你跟人家的相处是怎么样， 你会比较知道我该调整什么。嗯，对。那在这个过程中，我比较了解的是，当我生病的时候，我却意识到就是原来我是想死亡的一个人。这是其实我很好奇的。对，就刚刚我问你嘛。 难道没有什么事情比死亡更好吗？难道没有其他人还你眷恋的吗？对，因为刚刚主持人有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哎，那既然我会生病，那我一直在强调我们有一个内在的我，跟外在呈现的我，那一个人之所以会健康会平安，是内外在是和谐的。可是外在的我如果过度呈现我是阳光的，可是事实上内在的我是有一个想死的我。就像主持人问我说，对啊，难道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值得你活下来的理由？那时候我提到一个问题，是因为在当时是我妈妈的死亡，我妈妈的往生，那亲人死亡这件事其实对我来讲是很难过的一件事。那我当时的错误认知，我会认为说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那这个最爱我的人都已经走了，那我留下来做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会比较震撼，就是说产生了一个自我毁灭的意识。对，怎么会，我会除了妈妈，这世界上没有一个我能眷恋的人，那表示我人际关系也太差了吧。对，那我就借由我是这个量子转念引导技术，
我在有深层的探索的这个过程中，我去探索到原来表意识我认识的自己跟潜意识的我是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就明显的看到就是是的，我大多数的时间是为了妈妈而活，为了原生家庭的关系好不好而活，而忽略了活成我自己要活的样子了，是这个因素。那么林语堂老师的这个人生经历也是蛮有故事的。林语堂老师呢，来自一个原生家庭暴力的目睹儿，是这个家庭暴力的情况下长大。是的，在我比较有记忆以来，我大部分看到的父母亲多半都是在争吵，都是在父母亲的这个相处失和的状态里面。那其实在小朋友的我，每一次就一次一次，你其实目睹那个被暴力的那个过程，我其实很多时候站在旁边在看的那个我所谓的暴力目睹儿，其实是很无能为力的。就是爸爸对妈妈，对，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大家可能看不到的那个潜意识中的我。其实很多时候我会想把自己毁灭，我讨厌这样无能为力的自己。看到好像父母亲这样子的被对待，可是我什么都不能做。对，我相信现在在这个时代，我以为会被妇女会被暴力的对待，我一直以为是我妈妈那个时代才有，可是我必须讲，我现在的来访者，我现在的个案当中有很多也有的20岁左右，年轻貌美，对，可是他被长期的暴力，这样子的人其实是存在的，而且大家不要觉得惊讶哦，在世界各国其实都有这样的存在。我发现并没有这个时代并没有因为我们更现代化了，我们更提升了而减少这个暴力的对待。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讲一件事，就是我为什么被暴力的对待，或者是我们谴责这个暴力，可是绝大多数的人没有去明白一件事，就是人为什么有暴力，暴力是如何产生的。是的，就好像刚刚主持人会问我说，那既然我是偏向妈妈的一面，就像我在带个案，我常会跟个案讲说，其实我们都是失衡，我们内在有一个想要平衡父母的自我，那我呢是倾向那个偏向弱势的妈妈，偏向弱者。那有些人是偏向强势哦。那我倒发现我的生命的经历是我会偏向那个弱者的妈妈。所以我会倾向，就是很多时候我会跟他感同身受。那这个感同身受里面，在我们量子转念引导技术有讲到一个移情作用。那我会莫名其妙的，就是我如果没有觉知到，我会莫名其妙的活出他的人生哦。就是妈妈逆来顺受嘛。如果我没有那个觉知，就是哎，我可以跟妈妈不一样的人生，我可能就会不知不觉的活出像妈妈这样子的一个样子。那还好，这个过程里面我会经察，我会惊觉到引导师在引导我的时候，我会看到说，对啊，为什么每次我从来没有去想，妈妈你会被打，那到底什么原因？直到有一天我在运用量子转念的技术，我在回溯过往的时候，有一幕我也跟主持人提到，就是当有一天妈妈回到爸爸回到家，已经是很晚很辛苦。那爸爸在睡觉，然后妈妈就在旁边一直催他，就是小朋友明天要缴学费啦，那又没有钱了，怎么办？可是那时候的爸爸其实是很累、很疲惫，他只需要休息，可是妈妈就是一直不断的唠叨，不断的焦躁。那我就看到爸爸就是一拳就打过去，那这个打的过程里面，坦白讲，当我用内在的视角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突然是笑出来的。我那个笑不是说我再继续怜悯妈妈，我继续站在妈妈的这个角度，而是我有一个智慧，有一个视角去看到，妈妈你真该打。这个时候你想，11、12点，爸爸能做什么？那这个时候爸爸说的对吗？
这个时候就该让他睡觉嘛。嗯，那有什么问题明天再说啊。嗯，可是焦躁的妈妈不这么认为啊，焦躁的妈妈觉得说现在就得想办法。嗯，那是怎么样，爸爸你起来，那大家都不要睡，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好吗？钱还是找不出来啊。那其实当时的情况是不是妈妈感觉她没有被聆听？我觉得她那时候的慌张需要转移一个焦点，转嫁给别人。可是我认为如果妈妈没有觉察到这个动作，她会一直都是这样让周遭的人都活在这个恐惧或是焦虑当中。嗯，对。可是当我看到爸爸在挥拳这一刹那，当我用另外一个视角去感同身受父亲的时候，我其实是可以感受到爸爸的那个拳，他真的不是真的在针对妈妈。嗯，这个拳一拳一拳的出来的那个感觉是，我怎么这么没用，我一个大男人我怎么这么无能为力。嗯，有看到那个关键词是不是跟我那个小朋友的我，我们都一样的无能为力。嗯，可是在这一个当下我突然会有个感觉，就是原来爸爸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嗯，可是过去我是孩子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用这个视角去看爸爸，就很憎恨爸爸。对。嗯，那突然间我就理解了一个在心灵学上的一个概念，就是要平衡嘛。那我长期的失衡，站在妈妈的角度上面，其实对爸爸来讲是非常的残忍，也非常不公平的，不公平。所以爸爸会打得更凶。所以某个层面是我害了妈妈，表面上我站在妈妈的这个角度，去害妈妈被打得更凶。怎么说害呢？我如果是能够从这个角度，是站在中间的角度，比如说我不再一味的就是爸爸你怎么可以打人，而是我去了解说妈妈是这样子的处境才被打，我就有能力去跟我的妈妈说，妈妈其实爸爸要睡觉就让他睡觉，明天如果我要缴学费我们真的缴不出来，我可以去跟我的老师说啊。那个时候你大约几岁？其实当时都已经是国小了。国小？对。国小还是很小，可是以心灵的层面来看是没有大小的。只是说当时的小朋友的我们就会有误以为，如果我们一直用在物质三维物质层面在教小朋友，他永远就会有这样的思维，我们还很小。可是事实上我在研究这一个心灵的这个维度，心灵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多小，其实每个人都是有意识的，每个人都是能够做决定的。对。那当时的你做了什么决定？所以当我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刚有讲是因为妈妈的往生，我才有机会来做回溯，来做这个探讨。对。那当我回溯的时候，我觉得值得开心的是我爸爸还在。可是当时我在回溯，我在探索这一路上自己的生命经验的时候，我是非常憎恨父亲的。所以我的疾病，我今天想要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呼吁大家，其实一个癌症病人也是重大伤病者，一个结果其实有很多成因。所以不止一个成因，那除了这条路我写了，就像那一本治疗师我写了大概10万个字，你就知道我把很多很细微的成因其实都找出来。那绝大多数还有一个部分是我痛恨我的父亲。那可是你就看嘛，我长得像我父亲哎。那你们就可以听出意识表意识跟潜意识的差异。我每天照镜子我看到的是我就是明明就长得很像爸爸，那我讨厌爸爸不就等于讨厌我自己？对。那我就必须理解，那连我这样的外在设定都是有意义的。对。那我要怎么样去喜欢我的父亲？借由每一次的回溯，我就多了解我爸爸。就像我书上其实有写到一段，我试着开始去了解爸爸。老师的书在好像是在，因为我们有量子转念引导技术的书嘛。在我的房间里。你知道吗，我失衡到一个状态，失衡到我只站在妈妈的角度看所有的事情。也就是说当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像我喜欢妈妈，妈妈所有的认知我都认为那是对的。
对对对。然后我讨厌爸爸，我就认为爸爸所讲的一切都是错的。那我们那个时候已经不会再以客观的角度去看待事情，我已经带着有色的眼光，去不公平的对待我的父亲，所以在探索我自己的过程里面，我在协助很多个案，来访者也一样，你会站在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到看待每一个人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那从那个时候我才慢慢的理解说，爸爸对不起，其实就这件事，我其实有去当面跟爸爸说，爸爸对不起，我以前总是偏袒着妈妈，可是在那个回溯的过程，我才知道说，站在你的立场，你也很想要为我们做些什么。对，那对不起，我老是只是一味的责怪会打人的你，而忘了设身处地的去想你的难处。可是你知道吗，我这样讲的时候，爸爸是泪流满面的。很无奈啊，那个感觉。可是他连泪流满面都不想让我看到。我就知道当一个男人的苦。对。可是这一个交谈其实也帮助我那个憎恨的力量减少。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药劲了。对，因为妈妈的死亡，其实坦白讲，我在那段时间是叫不出爸爸的。我太恨他了。那妈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离世？其实这件事说起来也算是个意外。那其实在妈妈死亡到现在其实已经十几年了。当我今天这个角度再来看，就好像我再回看我那一本书的我的视角，其实当然是不一样的。当时我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一味的会觉得爸爸你怎么妈妈突然的意外死亡，那我觉得我是接受不了的。可是以爸爸的立场，爸爸其实在当时也一直支支吾吾的不太敢跟我讲妈妈的死因。那因为太多这样争吵或是暴力的行为，让我们不得也不去怀疑他。那我觉得我总是要讲说，我没有在当事啊，我没有在现场，我不是当事人，我没有办法去下什么样的判断结论嘛。那可是我看到就是本来有一天的早上，突然间妈妈其实是换好运动服的，可是突然间就是他并没有出门，可是他就死在我们家的浴室。对，那这件事对我来讲是很震撼的。因为我可能大概凌晨四点多我还看到他，可是他死亡的时间其实是六点多。那对我来讲真的太震撼了。对，那我还记得我见他最后一面，我是从背后抱住他的，我就说妈妈你要吃胖一点。然后妈妈就说你去睡觉吧，可是过没多久，在六点多钟他就死亡了。那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书上有写，可是我现在回头来看这件事，我也比较了解爸爸的当时的反应。比如说爸爸一直跟我们交代说这件事跟我无关。妈妈就很意外死亡。那其实到现在我可能比较会了解，就是妈妈可能内在有一个想死的意愿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学了量子转念的效应，其实有一个部分的家庭的集体意识。你会发现我从小我可能害怕说爸爸妈妈他们这样子吵架，有一天可能妈妈会发生事情意外。对，可是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妈妈不就真的发生意外死掉了吗？对，也就是说我们家里的集体意识导致这样的结果。对，那这件事对我的震撼是让我比较了解，当时爸爸妈妈会结合，我相信是彼此都是相爱的，那我相信在相处的过程里面一定是发生了一点什么事情，包括我们小孩子的对待，或者是教育，或者是两性关系，人际关系，或者甚至金钱关系，会导致他们有一些争执也好，才发生这样的结果。对。可是我今天回头再看，十几年后我再看这本书，我再看这一段的时候，当时你写的那么说，那这Tessy 可以帮我去房间拿那本书过来吗？我落在那边的。
其实那一本书也不需要给大家知道，因为已经绝版了，绝版了，买不到了。但是我有机会摸到。不过值得开心的是，前几天去看那一本绝版书，现在已经在二手市场居然涨到1000多块台币。哇、wow, ，那有没有办法再出印刷店出版呢？其实现在的我有一点，就像我刚刚有讲。量子转念的效应，我值得一直在推广这一个概念。嗯，这是跳脱我以前的思维。嗯，我刚刚有讲，家庭也有一个集体的意识，可是我们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嗯，那如果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觉察到，不再只是用外表来看待这个人开不开心。嗯嗯，而是一个人生病，或者是一个家庭爸爸妈妈会出现这样暴力，是整个家庭的成员。都是有责任的，有责任的，所以这叫量子转念的效应。嗯，这是我现在不断想要提倡这件事，嗯，跟课程的理念。嗯，因为如果我们还是像过往，就是哦，我生病是我的事，那我觉得就好像我的整个身体，心脏出状况了，难道跟其他的部位都没有关系吗？我认为不是这样疗愈的，大家同意吗？同意，对，嗯，所以现在慢慢的，当我再回看爸爸这个部分，我会比较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看，也就是说，我当时没学会的，就是我得在爸爸跟妈妈的关系当中表示比较客观的角色，也就是说，我不能只偏爱妈妈，然后这个部分看似我跟他同盟，可是其实是会结下更大的梁子。在他们的夫妻的关系当中，所以慢慢的，包括我们现场的观众，包括可能 FB 面前在听这一段的人，我必须再次的强调，一个家庭，一个人不快乐，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快乐的，大家同意吧？嗯，对，同意。那只是，所以很多人在问我说，老师，到底我今天不开心，我今天有生病，到底是我来做引导，还是家人？我说谁不开心谁就得来做引导。哎，嘉宝老师在线上嘞。真的啊，老师好，老公好。陈嘉宝老师也是我们的嘉宾之一。真的，那今天呢就是他的太太林语谭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所以大家看到这桌子上的书有没有一点眼熟啊？对啊，嘉宝老师写的哦。那刚刚我们提起了这个，对，这就是已经绝版的，买不到了。因为当时嘉宝老师就是我的老师哦，对，所以我会跟他结缘，从老师变老公。我有智慧嘛。总是觉得把老师带回家比较好问。对，好聪明，所以你们要把老师带回家、哦、对。对，所以在他身上，就在嘉宝老师身上，其实他也是帮助我很大的一个人。从我开始，从原生家庭，再到其实我们两个要结合，就像刚刚主持人讲，我们两个其实认识一个多月，我们就结婚了。那你就知道在那一个时间点，十几年前，你就知道我们受到多少不一样的闲杂人等的声音。可是他只会告诉我一句话，就是说，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想要跟我在一起吗？我只会更好，我只会往前走，可是我需要有一个伴陪着我成长。然后我就说我不会做家事、欸、他说好坦白哦。他就说我不需要有一个黄脸婆。我不要传统的那个太太的角色。我需要有一个陪我玩，陪着我一起成长。我到世界各地，他都愿意陪着我一起玩，一起成长的人。就一个就觉得一个心灵伴侣。对，那我就觉得对了，对了。对，所以我们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交往，然后大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各自负债几百万。所以我们俩结合蛮奇妙的。各自负债，对，到结合是就两个人也一起负债。对，那到走到今天。对，可是我觉得在量子的意识里面有一个部分我必须提到，就是人就是有人性，有兽性，但是我们还有神性。那很多人其实没有活出三位一体的自己啦。那如果说要站在人性的角度去看，我们永远充满了害怕。
就是哈，你也负债，我也负债，那怎么办？永远想的都是这一些。可是你站在高一点点的维度，你从神性，你从灵魂的角度来看，你会觉得，哎，这个人为什么让我这么安全？然后让我有一个向上提升的力量。我就去观察，我发现他每讲出来的每一句话，都会让我很有力量，都带有力量。对，而且我是一个懒惰的人。我知道当他看了十本书，我至少会看完一本书。当他进步到100分，我可能会跟着成长到20-30分，甚至50分。那我想要这样的人带着我一起走。所以我觉得认识他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捩点。所以在这一段过程当中也体会了不少，也改变，把以前的东西都改变过来了。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是跌破大家的眼镜啦。有没有有没有非常惊讶？对，像有一路陪我过来的，包括曾经祝福我们的人，其实都陪着我一起哭，再到现在陪着我一起笑。其实我现在比较多不认识我的学员，最常以为说我是活在一个家庭背景很好，我是人生没有什么烦恼的一个人，因为我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阳光，对，充满笑容，对，就觉得你怎么能够这么开心啊。对，那这跟我的经历其实是背道而驰。那我觉得我真的是从内心去转化出来，活出来。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自己才看到说原来心灵的力量有这么大。所以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个秘密。如果你现在的状况不好，请你跟你的大我你的真我的关系或者是跟上帝，对，你只需要跟这个关系很好，哪怕你现在没有人支持你，哪怕你现在的关系很糟糕，只要这个力量是理解你的，你是有方法可解的。那如何跟那一个力量沟通？在这个部分，那我太有经验发言了。因为当我在痛，当我身体在生病的时候，我才明白有一件事。因为我做这个领域，所谓的引导师，我其实已经有14-15年的经验了。其实不止13年。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经历在来访者实在太多了。可是我记得我都会跟大家讲说，我了解，我明白。可是真正当我是一个癌症病人的时候，我才真正的跟我的这些来访者的灵魂深深的道歉，我真的不明白。原来真的有这么痛，我才真正的对过去曾经有官司，曾经有失业，曾经有破产，有金钱上的焦躁，这些人我才深深的对这些灵魂讲说，对不起，我没有真的明白。因为你真的亲身经历过，跟你只是纸上谈兵，我想是不太一样的。对。那在那个最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技术上有一个东西，就是让你很清楚的能够说出来。包括你刚刚问我的，那我怎么跟这个，我你知道这个最容易去接近这个力量的，就是你的坦白，你的内在诚信。就像我刚刚是痛得不得了的时候，我是对着他说，如果大我也是我，小我也是我，为什么我完全活出小我的我，大我的我呢？你在哪里呀？我就不管三字经也好，不管是怎么样难听的话，我其实都是一一的说出来。可是你知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你要跟什么人说这些？被揍啊，跟人说是会被揍的。对，所以因此我就觉得引导师的重要。就是像引导师你在我旁边，我们门关起来，那我怎么骂你？没有，你不会去责备我。你只会告诉我说，我了解，我听到了。那这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当时很多人告诉我说，林语檀，你能够克服得了，你癌症一定没有问题的。你知道我关在里面对引导师说了，就是不要再告诉我我做得到，我根本做不到。哭到一个不行。我才发现说内在跟外在所呈现，我在外在很阳光，很逞强，很强势，可是关起门来的我
能够这么放心的跟我眼前这个引导师说，我就是不能，我就是糟糕，我甚至觉得你们都错了，你们都以为我很好，我没那么好。对，可是也因为这个过程，一个人承认自己的不好，你反而会更好。你当你那些抱怨释放完，你就平静下来，那这是第一个静，安静的静，自静其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就会慢慢的静下来，这个世界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我都讲说内在怎么看待自己，你外在就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我就很明显的看到啊，我会让自己得这样的病，我内在一定是受伤了。那身体是我很重要的一个好朋友。他告诉我说，林语檀不要再装了，林语檀看看你自己现在真实的想法是什么。那我就一面一面的撕自己的面具。我撕自己很虚伪的自己，很逞强的自己，很假装在别人面前一定要好的自己。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有这个引导师不断的陪着我。他说他不会斥责我，他不会去埋怨或者是怎么样的看待我，我觉得好放心。所以镜像原理第二个镜让我看到，对，一切外在只是我内在的呈现。那又再一次证明我只是一个过度的要好的一个人，过度的想优秀，过度的想要成功。我讨厌失败，我讨厌懦弱，我讨厌那个不好的我。那一样跟我在父母亲关系的失衡其实是一样的。我没有中间地带，我没有一个，我其实可以好，我也可以不好。那直到我生病那一段时间，我才知道我戴着这样的面具，生病只是要让我诚实的接受我自己的不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当我看到的那个内在的这个诚实的时候，我发现我内在非常安静。好久好久没有这么安静，那个安静是我起了一个很大的恭敬心，所以第三个敬是恭敬的敬，我反而是臣服。臣服就是我知道了你在指引我，我终于感受到了，我不再用只是外在的眼光，只是头脑的角度在看这一些。那我就知道我过去有多傲慢，有多自以为是，有多在三维层面去看世界。那这个恭敬让我开始，这个声音就不断不断的进来，他说，孩子，你终于听到了。你终于跟我连结了。你终于知道为什么你得到这个病，原来这个生病是最好的礼物。那我就说我感受到了，我终于在这个疾病当中反而是我一生当中最喜欢的自己。就是我不再这么逞强了，我不再这么假装了。我好喜欢这种感觉，因为好像明心见性的感觉，自由自在的做自己。对，然后这个声音就告诉我说，你准备好了吗？我说我知道，我现在终于知道，过去我用这样的认知看世界，我身边的人好辛苦。所以某一个层面，我是不是又打开一个不同的视角？也许妈妈的离开对她是最好的。要不然她在我们这样的人周遭活着，你知道她有多痛苦吗？这是我一辈子不会想到的面向。所以由大我的指引，由这个智慧的维度看世界万物，你会不一样的层次维度去理解。然后我就慢慢的回溯这个过程，其实所有的实相你都会可以看到，我就看到妈妈是开心的对我微笑。这让我太震撼了，我说妈妈，你难道不会怨吗？我妈妈那个微笑让我感觉就是这一切就是最好最好的结果。因为我如果没有用肉身的离开林语檀，你今天不会去探索这一些，你不会了解你内在如此的浩瀚。你不会知道你内在拥有这么多维度跟你看不到的世界跟角度。那我常常在跟我的学员讲说，每一个挫败或每一个不幸或灾难，你如果都能够了解，这是宇宙在对你的扩容。要扩大你的心性，扩大你的视野，扩大你的能量，
扩大你的承载容积。如果一个人能够这样的去理解事物，那你在遇到任何的疾病或灾难不幸，这不就是一个成功或成长吗？嗯，对。所以当我去连接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告诉我，你要修护的是观念。观念，对，嗯，你要平等。这个平等的观念是很多人忘记的，也就是说，我在孩子的角度，我要去管父母亲应该怎么过，应该怎么做，嗯，可是我忘记，我也曾几何时把孩子的角色给做好，没有啊，嗯，所以当我跳脱，就是他不再是我的父母，我不再是林语台这个角度的时候，其实我可以更客观的看这整个世界，也更能够明白双方的这个当时的感受。是的，嗯，这就是回答了主持人跟我讲说，为什么很多人来，经由这样的引导，每个人都可以遇见你的真我，嗯，你可以维度的提升，就在于这几个步骤，嗯，这个很重要。这个维度的提升也是我们智慧的提升。是的，嗯，那绝大多数人都是在三维的物质世界去改变，嗯，比如说在那个过。在生病的过程，有太多人告诉我要吃什么食品，要吃什么样的食物，嗯，要看哪一个医生，嗯，要看要怎么作息。其实这些讯息，我都很想问这些身体健康的人，嗯，难道我是笨蛋吗？难道我不知道吗？嗯，还需要你们告诉我吗？嗯，真的吃什么都会好吗？不见得啊，就好像我穿这样，我觉得很漂亮。可是穿在你身上不见得就好看，肯定不好看是吧？那如果我硬要告诉你穿这样你才会好，我就会跑掉是的，所以当时我就看到说，原来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当中的癌细胞，嗯，只是有些人透过疾病，嗯，有些人透过健康、两性、人际关系、亲子关系，你的失业，你的金钱关系，嗯，那于是就病患跟来访者，你的关系就平等，嗯，我就觉得那我就好好当个病人吧。可是这个认知我就变成正常了，欸，甘心当一个病人。是因为当我在抗拒当一个病人，是我把病人这个现象当作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嗯，那事实上我们必须活在物质世界，我们必须知道有阳光就有黑暗，嗯，我怎么会一直要求我人生我的生命只有阳光没有黑暗呢？那我怎么休息，嗯，那于是我刚刚有讲，我都想要当一个正常的人，那正常的人本来就会有生病的时候啊，嗯，所以癌症并不可怕，是心态可怕。嗯，对，尤其是看到当我那个在过程中，我们有一个对癌细胞的对话，他其实有告诉我说，如果我没有出现，你其实不会觉得这个世界上这个身体里面有多少正常的细胞在为你努力。嗯，对，那没有不好，怎么看到好呢？嗯，对，这是一个很哲学的问题，非常哲学。嗯，我也要进入了思考的空间，看能不能去到三维以上的维度。是，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探索的。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从心理諮商已经跳脱到心灵的角度，嗯，那维度每高一维，你的视野角度就不一样。对，那如果我站在我生命的设定的角度来看我这人生的剧本，我只会给自己鼓掌。我觉得林语台你好精彩，那你没有那个过程，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有道理，对吧？嗯，可是一般人我们大家都想要永恒的健康，永恒的怎么样，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内在里面是会有矛盾跟抵触的。嗯，对，所以很值得探索的是量子转念的意识，嗯，非常重要。对，只要我们的观念改变，什么事情都会跟着改变。对，嗯，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不再执着过去的旧有的模式。嗯嗯，其实我跟你分享一部分，其实表面上我在疗愈我的疾病，我不是试着去疗愈我父母的关系嘛。嗯，那我也试着去打开一个部分，就是我跟兄弟姐妹的关系。嗯，那兄弟姐妹的关系不好，其实影响着族群。
我们同辈的关系。嗯，那这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因为我们一刚开始就接触的族群就是原生家庭。嗯，那原生家庭如果我们就几个人我们这样五个成员而已那如果我们原生家庭我们都相处得不好，那请问我到这个社会上我怎么去跟其他人相处？对，我就会带着这样子很封闭的思维去对待别人。所以我如果看到我的兄弟姐妹不会支援我，那我看着看着请问我怎么去支援其他人？也就是说我们的情绪能量等级是冷漠的，是不安的，是恐惧的，我们自己都没有觉察到。可是你用这样子的量子意识，你会重新的审视你的人生。你会活出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生。老师有几个兄弟姐妹？我有三个，我是老幺。你是最小的。对，是。所以我现在回头去看，其实我有一个层面我去解开，我是家里最小的。我却是那个最爱管闲事的那一个人。所以在某个层面你说哥哥姐姐怎么会喜欢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去知道说原来在家庭的关系未知学是很重要的。有上我的单元课或是工作坊的人都会常听我在讲关系未知学的重要。对，那我当时就觉得老是要过哥哥跟姐姐去面对爸爸妈妈。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尊敬过我的哥哥跟姐姐啊。对，所以我才知道说原来我那个定位从来都没有做好。那也因为这样我去修复跟姐姐跟哥哥的关系。那我觉得在这一个方面的解开也增加了我跟人际关系的互动。对，那最重要的是我在疗愈的过程中也跟我跟姐姐两个人把过去的心结或是误会都解开了。那这个解开对我心里，我说想活下来，或者是主持人你刚刚回问我的那一件事，难道没有其他人？有，我看到越来越多兄弟姐妹啊，值得我留下来活下来的人事物。对，还有这一班那么可爱的对现场观众，那么可爱的学生，对你都看到了。全世界还有很多人在等着你。对，全世界的人都希望可以得到这一个量子转念技术的治疗。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你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也许不可以离开。那你得陪着我同在。所以我其实在量子转念引导技术，很多人都不知道量子意识是什么。那我简单讲，其实我有一部分我很喜欢道德经。我很喜欢老子的哲学。那老子的哲学里面，我觉得跟量子的意识是很契合的。比如说天地之所以长久，它为什么会那么长，活得那么久，是因为不自生故能长生。对，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如果老是好深奥，这一句话怎么解释？就是说以往一般人我都为了我的利益，为了我所有一点好处在做事。可是你看天地他所做的都是利益众生、利益万物的事。那因为他的心量格局这么大，他都利益众生。让众生得到好处，那得到好处他也不鞠躬，他也不言谢。那因为这样的心量，你看哦，我们物质世界的我们都有寿命终了的一天，可是天地居然长久的生存下来了。那也就在告诉我们，我们得有这样的心量跟风骨吧。对，那一句老子的第一句应该是天地洪荒，然后第二句是啥我忘了。你们知道的话打下去所以表示你也是很喜欢的。很喜欢，很喜欢看。所以老子哲学其实影响我很大。比如他讲的圣爱必大费，多藏必厚往。也就是说当你喜欢一样东西的时候，你花的心力然后你去照顾他的心力就更多了。可是你要失去他的痛苦其实是也是蛮大的。所以多藏必厚往，所以你藏的越多，你丢的也越多。你制造的脏乱也越多。所以种种等等的这些概念其实都帮助我很大。那作为一个引导师，我认为这样的心量是要有的，不然如果我在引导一个个案，我永远在凸显我的厉害，而不是在意你今天来访你到底你的目的是什么，我能够用这样的技术协助你什么。
那放在角度放在我自己表现的怎么样，你就是得听我的，那我就做错了。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认为这样子的理念是契合的。对，挺好的。我们非常感动哦，可以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很多很有智慧的语言，谢谢。那么关于这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就好多人，就很多人现在在烦着的问题哦，我帮你们问哈。好，就是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薪水满足不到我？这些人都是要上课的。了解。对。这些问题哈，我觉得挺多人，这个是共鸣啦。对。我觉得这是社会上现在的共鸣。那还有第二个问题，为何我的收入只能支付生活费？了解。我想要更多金钱，但实现不到。为什么我赚不？为什么全部都跟钱有关系呢？每次都是为了花费和对方吵架啊！好，老师，我们现在讲钱。好 ，OK， 要不要听钱？其实这个议题也是我最有兴趣的议题。金钱对话。但是我必须还是从每个人的视角来提升各位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只用头脑的想法，我们眼睛所观察到的。我们永远用这样的思维想要赚到更多钱，我要跟你讲说不可能。对，你这些问题，其实我现在在听到这些问题，这也都是曾经我的问题。那我怎么翻转我的人生？我认为有一个很大的基础。来，我问各位哈，如果你生活当中有发生五件事，有四件是好事，一件是坏事，请问你会关注哪一件事？线上的观众你也可以回答。对啊，如果有五件事，四件是好事，一件是坏事，你关注哪里？坏事。对对，有一百个人，有99个人喜欢我，一个不喜欢我，你关注哪一个？为什么不喜欢我？你听懂了吗？这就是我们在物质世界，我必须讲，在老子的道德经里面，我觉得它有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大家去思维一下。包括明天我的工作坊，我们都会听到这个东西。你可以反问一下自己吗？你如果一直看到你的不好，那你可以看到你的拥有吗？也就是说，每件事如果你反着去讲，我生病了，哇，可是你健康的人生，你有觉得幸福吗？就很多人会把这个关注力放在问题上面。是的。所以我怎么翻转我的人生？也就是说，我讲了100遍说为什么没有人给我机会，倒不如去思维一下，我可以为别人做些什么。比如说我在这个公司，我常常跟我的个案讲说，你一定要把你自己不同的思维去看一件事情。你在一个公司做事，绝大多数的年轻人或是我们一般人都会讲，离家事少，钱多事少，离家近。可是站在老板呢，如果是老板的视野角度，老板会怎么想？勤力拼业绩。对，钱至少你们钱少一点，挣钱少一点，工作多一点，工作然后多做一点，对。那也就是说，如果用正反两边，如果我们是两个焦灼的个体，哪一面哪一个人都没有获利，可是我们转个不一样的角度哦，如果我在这一个公司里面，我看到的是哇，就像我今天来受采访，我带着感恩的情绪来，我不用有一个摄影棚，我不用自己出资这么多的人力心力物力，我带着感恩的心情，哇，你给我老板，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来从无到有的学习，这样观点是不是不一样？而且老板你还愿意给我钱，我还可以在这边从我不会学到我会，我又不用开一家公司。对，以这样的观点去思维，对，我都觉得哇，谢谢老板，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机会学习，而且我学到我都不用跟你签合约，我想什么时候走你就可以走。可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老板的角度，如果他遇到一个什么状态，
他其实都要自己处理耶。嗯，对，我们哪会讲说，哎，我们老是会讲说，哎，时间到了，这个月该发薪水就发薪水，那老板可以跟你讲说，我这个月没有赚钱，不发薪水，商量一下，不要发薪水吗？罢工就被罢工了。那就很明显的看到，会问这样的问题的人，我们首先先思维一点，我们是不是只有在员工的思维太久了，嗯，而没有老板的思维，嗯，那你都在对立面哦，嗯，那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开启，就是好，我今天不用我一个月收入多少，而是我在这个公司里面我学会多少，这样的心态就不一样了，各位，这样我常常会讲，成功不重要哦，但是成长比成功重要。嗯，我是用这样的心念慢慢把它翻转我的人生。嗯，所以我说，感恩，金钱的基础在于感恩。感恩，对，嗯，如果你能够善用这一方面，因为你在感恩，你会比较在拥有的状态。嗯，你在，来，我请问各位，当你不感恩的时候，你在干嘛？对，对，我哥也在线，老师。对，我哥很好笑，他说难怪他老板这么疼他，真的。他常常出国的，他今天难得这一整个小时都在我们的节目，因为他超喜欢心灵的。哦，我了解。哥，你要过来啊，哥。真的，嗯，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去探索啊，因为探索只会让我们心量越来越开阔，让人只能越来越。扩容，就是扩大自己的承载的容积。我们过去真的就是，当你在抱怨，当你在抱怨老板不给你多一点，我真的想问问，如果你能讲，你能不能给老板多一点？多一点，那你的心量、你的层级就不一样了。嗯，再到我现在为什么能够走到这么多国家，上过我工作坊的学员都知道，我是怎么样去打开这个，这个境界。你知道有时候比如说iPhone 很好，钻石很好，跑车很好，那你知道这些物质都有能量的啊，那这些能量都很好，可是拥有的人你也得有匹配的能量啊，大家有想过吗？德不配位，对，嗯，是啊。那以这个概念来讲，我就回到我自己的状态里面，我就会每天睁开眼睛，我会告诉我自己，我今天能够在这个世界，我能够发送怎么样的能量去温暖更多的人。发送能量去温暖更多人，对，好有爱哦。是，那其实做起来很简单呢，好简单。在量子的意识里面，也就是说，我常在讲说，人性、兽性、神性都在我里面呢、啊。所以我只要在内在开启这个作为。外在不就在改变？那这就是我觉得探索量子转念的效应。大家记得，为什么说是一个很大的效应？大家也看着，等于就看着我一个癌症病人好了，再到现在的我的主治医师都常会耳提面命的说：“雨潭，你真的没事吗？你真的能够？”一个癌症病人，你能够跑这么多地方，你体力怎么可以这么好？那也就是说，我已经跳脱出物质世界人的概念。我能够去那么多的地方，有一个部分是这个无量之网的意识在成就我。可是这个力量，我怎么跟他同频共振？就在我内心是假装有爱呢，还是我真实诚恳的跟他相连？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实相。有趣吧？非常有趣。对，这样我要挖更多宝了，我要问更多问题。那老师，你这一次来马来西亚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还是把课程的理念传给很多人啦。就像很多人会告诉我说，老师，为什么心理諮商没有办法协助我？我就说，三维的层面要到四维，也就是说我们多一个高度，一个意识的维度来讲，如果我刚刚讲的回溯跟所有的印记内容，如果这些创伤我们都没有去经历去释放，
我们直接要到神性的状态其实不太可能啦。因为我们都就好像我现在我们现在要好好的坐在这边看着这一场录影的人，其实我们都已经非常有福报了。有多少人都还是在争吵，都还是在忙碌。对，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思维很少人是在当下。那只有当下可以到高维。这个是当下，对。也就是说为什么你的意识，你要开始有意识的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我其实坐在这边很多时候我已经飞到我老公现在不知道跟哪一个女人在一起，那只乱想。对，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在这里，而没有真的我现在在这里，我就好好享受专注的在这里。那其实一个人如果真的在当下每一刻都幸福，我跟你保证金钱一定会更多。你的现实层面也会更多。你散发的能量磁场就不一样。对，就像以前我可能过于在意自己，或是在我在怨恨父母亲的时候，其实各位你可想而知，当我在怨恨我的爸爸，我会怎么跟其他人相处？我是充满敌意的，你们都不要靠近我，所以我随时都发散的那一种。会这样子吗？是啊，你看喽，你看很多人是不是都，你会常看到我们社会上有一种人就是这样，都不理人的，这代表什么？代表我在我自己的认知印记里面。对。可是我其实没有在当下，就是我坐在这边，我的思维还被那样的人事物给抓取着。那这我们太熟悉了，我们随时都在这么做。那这么做的情况之下，就是很容易被三维的物质实践层面，就物质现象的层面给左右。现在景气不好，我就会说对，所以我现在过得不好。可是一个处在当下一直在跟高维连结的，他觉得不会啊，现在时机就这么好，工作机会这么多，你怎么会看不见呢？有些人看到，有些人看不到。对，这就是说你在哪一个层面，你在哪一个维度，你的现实世界是可以活出来的。那其实我刚刚听到你会办这个最大的女性平台，我其实是有共鸣的。这也是我的愿力之一。是吗？因为我真的觉得人生短短几十年，那为什么我们都是一成不变的在家里做个黄脸婆，在家里动弹不得？那你可不可以从这一刻开始下定决心嘛？好啊，那我就做一个快乐的黄脸婆。也好啊，很快乐的黄脸婆。对对。再到就像今天有学员告诉我说，老师你今天好美。我说那你，他说老师你四张了。四张的意思是说，老师你四十几岁了，你为什么还是这么美？我说那你几张？他说他三张。我说那你是不是可以更美？你现在就，我常跟我的学员讲说，今天就是你人生当中最年轻的一天。那你现在不赶快美丽，你现在不赶快疯狂，你现在不赶快完成你想要做的事，你要什么时候？对，所以是思维的扩展。对对对。就我常说，不要浪费生命。是的，是的。你不要浪费空气。对，有些人死着，但是他还活，但是他的精神还活着。对， 对， 对。有些人活着，但是他却死了。对，所以我们要在动中能够静。这个比较难做到。对，然后在忙中能够偷闲，我觉得这个很棒。所以你会看到越会生活的人，就像很多人讲，老师你跟家宝老师都这么忙了，你们怎么会，其实我今年我还去希腊玩，我还去意大利玩，我还去英国，我还再到新加坡，再到吉隆坡，我还到中国大陆，那我怎么会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只有一个思维，我不是为了新台币在工作，我是希望人生真的每天都很开心。我认为我可以在每一刻都把自己过得幸福，我慢慢在往这个方向走。那我就觉得如果我每一刻当下就是这么开心，那我干嘛期望未来？我现在就开心啦。那我现在在翻转，我现在开心，我的未来就会是开心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
对，所以如果你一直执着在为什么我赚不到钱，我只能讲你一直用脑在思维。那当你在索取别人，别忘了别人也在跟你计较啊。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对对对对。那么基本上老师来这里呢是有课程要办的哈。是，这个课程这几天都是在这个都是谈到金钱，都是谈到金钱。就我看到那个推广的文案都是说钱的嘞。对，因为其实坦白讲，金钱也是我很有兴趣的一个功课。那我常常在讲说，我们要跳脱人的思维。比如说，我去看到钱，钱跟我对话。我举一个例子哈，钱怎么对话？好奇了。我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做一个来访者，他的金钱很有趣，就是他的金钱随时都拿着两个皮箱。对，就是比如说我是你的钱。可是我其实都很担心，我其实每次到你这边我都随时做好要离家出走的这个状态。那我们引导个案就说，为什么你的钱这样呈现给你看？原来是这个个案他就讲，老师我知道，因为我每次钱一拿到手，我总觉得我不行，我一定要把它花掉。所以他的钱从一直以来都是做好准备的，做好离家出走的准备。你根本就不喜欢我啊，我准备要去别人那里了。那他才真的意会到，对耶，老师真的很奇怪耶，我不准，就是我可能今天领到钱，我隔天就一定不是什么汇钱啊，或者要支出什么或怎么样，很奇怪，我不习惯钱放在我身边。就这么明显的看到，那钱就说，那既然你都不喜欢我，那我就去喜欢我的那个人身边啊。那这个人开始对金钱对话了嘛，他就说，谢谢你。其实他很感动，他第一次看到他的钱是这种感受。然后我也顺便问他说，如果人家这样对待你，你什么心情？他说，老师，不瞒你说，我也常常有这种孤独的感觉。就好像钱的这种感觉。那今天我知道我要跟我的钱做好朋友。然后才开始让金钱来教他怎么做。比如说钱告诉他说，请你今天不要急着去支付你的钱。大家听懂哦，我觉得这不要大家一起学都一样的想法哦，是某些人需要学这个课题。同样金钱的课题，有人需要学一个面向，有人要学背地反面的面向。以这个个案来讲，他的钱说，你不要急着，就好像你的意识里面从来就不是觉得钱很轻易的要奔向我。钱根本不喜欢我。钱甚至告诉他说，我没有不喜欢你。那我在引导他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哭出来的。然后我就要他说，你听到钱跟你说什么？他说，钱告诉我他没有不喜欢我，他甚至想要跟着我。他一直哭，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哭哦，因为一般人其实在脑力他没有办法去感知到内在灵魂的相遇是什么感觉。当他不断地对他的钱讲说，原来是我根本就推开你，没有真的是在意你。那今天这一刻开始，我愿意比较去重视你。就如同你想要我重视。那另一个层面就是，我也愿意重视我自己。我就请他再重复这段话。他泪流满面的原因是说，老师你知道吗，这个信念对我来讲太陌生了。那重新建立塑造另外一个新的信念系统。那我就请他再说一遍，他说，原来钱没有不喜欢我，他甚至没有推开我。是我根本没有重视到我自己。他不断的流泪，不断的看到钱跟他的距离越来越靠近。对。那这个时候他还知道说，原来钱想要留在他身边久一点。那这个部分我想要再延伸一点，这个部分也在我的生命课题里面，我自己进步的很大一个部分。我以前在负债，你们听过我负债，那你们相信吗？我的信念系统有一个东西，我不习惯在存折里有钱。我不习惯在存折里有钱。对，
我不习惯我的存折里面有很多零。前面要加一个一，以前都习惯零。我才看到说，其实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他不习惯有钱，你相信吗？就好像这个认知里面，我们在明天我们会多说一点哈，就是其实很多人习惯，就是我打开一个框架，就是我买一个390块的衣服，我觉得很值得。超过390，我就觉得不行，奢侈。就是我们自己会去框架。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可以买390，你不能买3900，你甚至不能买39000的呢？我觉得这是思维的不同哦。对，那当时我看到，对啊，我的存折我怎么会不习惯有钱呢？我就不断去回溯，或是去去看到这个信念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就看到我刚一直讲的口口声声最爱的那个女人，我妈妈。她就是个月光族。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正视这个东西，我们不觉不自觉，我又回来那一句话，我们不自觉的活出别人的人生。那这个人有可能是你的妈妈。有可能是某一个人。我才从那个时候才看到啊，我不等于妈妈。我可以在我的存折里面任意的，我想要多少钱我写上去，然后我习惯那个数字，就这样我慢慢的去翻转，然后去看到生活中的零越来越多，前面的一也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其实我觉得这个宇宙太多太神奇的事情了，只要我们设定什么样的思维，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所以太多时候不要用人的角度看事情，请你用灵的角度看事情。我们是永恒不朽的灵。我觉得这一段如果你正听到，我要恭喜你。因为这样的视野会让你感召在无量之网所有希望获得幸福或者来协助你的这些众生，都会来一起来帮助你。但是不要用这里去封闭，怎么可能？你人生你一定要有意识的去看你的所想。每一个想法都不是中立的。每一个想法都会产生一个结果。我觉得自从我了解什么叫意识，如果这件事情你去觉察到的话，你的人生会越来越有意思。对对对，很好玩。其实我尝试过这样子的一个设定。对。哇，好多留言。把爱传出去好吧，你们就把今天的爱传出去吧，谢谢老师，真的很美。谢谢阿哥啊，你啊。所以我看到你在做这件事，我也觉得灵魂的五大课题，我们一直在讲，嘉宝老师一直在强调的爱嘛、健康、勇气、金钱跟关系。那我觉得你在做这件事，其实是我们许多女人想做的。那我替他们感谢你，你真的。那一起来做吧，我一个人做太孤独了。真的，这我们两个人做太孤独了。我很喜欢热闹，就我很喜欢一群人一起共同的使命去成就某一些事情。对，那当然刚开始做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多少的金钱，那而是为了一个使命跟有爱。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达成一个共识啦。人生应该是好玩的。对，非常好玩，而且是没有设限的。对。那因为这个设限，我必须跟刚刚问我问题的人，我再最后的回馈一点，就是如果你常常计划你应该怎么做，那我觉得你也许可以放手一搏。你就我都不要计划了，我臣服了，我看看你会怎么安排。也许这就是你跳脱人生。这就是我对符合你们的精神。对，这就是你不会再用你自己的脑力在做事情。那坦白讲，这也是我人生很勇于去接纳跟扩容的地方，因为有一种大我的意识超过我的认知，那我干嘛那么执着听我自己的认知在做事呢？对，这讲到这里有一个故事，或许可以跟观众朋友还有现场朋友分享的，就有两个不同的人，
两个人都在种着苹果树。是，那第一个人他种苹果树呢，他就说，哈，这个苹果树长得不够高，应该要多一点的水。那他就说啊，神啊，给他多一点的水吧。那神也给呀、啊，就给呀、啊。然后再看到那个树不够高，就神啊，让这棵树生再高一点吧。那结果呢，这一棵树没长出果子来。那第二个人呢，他说，神啊，我不会种苹果树，但是我眼前就有这一棵苹果树，请你来 settle 它吧，请来解决它。让他就果实丰盛的成长，我不会种，他也没有施肥，结果这一个可想而知，第二个人的苹果树成功的生长出来的，反而第一个人的没有收成，因为他是要他的意识去强求让这一棵苹果树成长，结果他达不到那个结果，是的，所以反而什么事情我们都不去设定的时候，我们让他自己去这个程序自己去编排的时候，觉得蛮好玩的，是的，就看看他会玩什么。所以你知道我们一直坚持下来的力量，就是看到每一个愁容满面的个案，然后因为学了这样的技术或者是这样的引导，他现在走出去的时候，他活出一个充满欢乐或快乐幸福感的一个人生，这是我们所要提倡的。人生不应该一直活在创伤里面，对，所以我希望这个量子转念的技术可以去到全世界，甚至这些书可以翻译成简体另外还有可以翻译成中文、英文、马来文啊，全世界各个语言，可以吗？我们一起来成就这件事情、yeah. 只要我们想它就会成就了。谢谢主持人，太棒。那为什么翻译成简体呢？因为可以带到中国去啊。对，其实一直有人希望是能够买到，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其实这个通路都很想要，那也是我们在努力的地方啦。因为现在就是政治上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限制了。所以我们可以从欧美，我们可以从东南亚这个部分开始着手，可以从马来西亚。对，在马来西亚办一个，会的。如果慢慢的，我们希望大家都是东方，都是东方人。那东方人其实大家最，我希望大家最要去看到一个认知，就是被否定的认知太重了。不被认同的认知太重了。那被接纳、被肯定、被给予、被喜爱这些观点。观念这些观点在我们脑海中太少，所以我希望借由每一次的工作坊，或是每一次的学习，每一次的课程，或者是你无意识当中就像咒语一般的给自己，我肯定我自己，我是被接受的，我是被喜爱的，我是被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给祝福的。我觉得你光是用这样的心量，你就可以改变你的世界。对，很好用耶，这很好用耶。我每一次就发出那个信念，哎，每个人都会很喜欢我的，没有人跟我做敌人的。所以每一次人家问我，问我们就那个人跟你还 OK 吗？我讲 OK 啊，我跟谁都 OK 的。对啊，了解，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在量子转念的效应里面有一个部分是提到。当你用脑跟用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母亲节，如果你是用脑，你就会觉得哇，这世界上所有人都母亲节一定要送母亲礼物啊，那我就挑一个最贵的啊，如果这样是你用这样子的认知在看事情，可是你用心你会怎么做？妈妈，你想要什么？妈妈，你需要什么？我可能就不一样。那妈妈也许有讲，你可以不要送我礼物吗？你回来陪我逛逛街，陪我说说话，或者是陪我到父亲的坟前坐几分钟，这叫有心。那你做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任何事不要一直用这样子的思维去看，去说，去想。你如果真的用心，你也许结果就不一样。我认为这个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对。那我们刚刚讲的臣服是，不管你现在遇到什么事情，我觉得你都可以问一下，我现在遇到这件事，是要让我看到什么？我用头脑看不到的背后的礼物。用头脑看不到的背后的礼物。对，就像我癌症，
到底背后到底要让我看到接收到什么礼物。那坦白讲，如果现在十几年后，我就很明确，更明确，如果当时呢，如果我没有这个癌症，其实我今天不会这么开心的，受这么多国家的人的邀约。对，所以如果你只是用一个物质世界去看，这就是一件不幸的事嘛。可是你如果能够用不同的长度超越时空，你就会觉得任何事都是好事。对，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对，一切发生都是最好的安排。对。其实老师看你这本书，你写的就是你相信我们自己是可以治愈自己的。对。所以你要懂得自我对话。那这个我不会，所以才需要上课。因为我自言自语好吗？你说到重点了，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加茂老师的课程自言自语。为什么有些我们需要上课？我的生命当中，我认为投资自己上课这件事，其实跟创造金钱有关。如果我一直活在一个角度看事情，我其实不会活出未来的我。像现在可以自由四处飞翔的自己。那当时在十几年前，我就开始说我会有一部分的收入是用在上课。我会去观察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活得这么好，他的观念跟我是不是哪里不一样。所以我会把这样的钱拿去上课。那比如说我常跟我的学员讲说，比如说我花了10000块的钱，我至少在这个课堂上我能够发挥创造超出10000块的价值，那我就认为这个课程值了。对，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刚刚你讲的，你要有自我疗愈的能力，你得先学会自我对话，自我转念的技术。那技术不是跟专业的老师学，你怎么学得来？我认为是这样。那如果说我们连这样的一个已经知道有这样的技术，你都不去接触，那我也没办法。对啊，很可惜啊。对。那我自己个人呢，我跟大家分享，我当时会接触家宝老师跟当时林老师，其实是看电视的。当时的节目。那我就在想，他们都可以上节目，以后我一定可以上节目，一定可以。那我要跟各位讲，就是我也因为学会了那一个这个技术，所以其实我当时看的那个节目确实邀请我上节目。所以我认为所有上课的一切都是值得。对对，所以投资自己成长提升自己维度意识的这件事一定不要吝啬。甚至我在我们的同行里面，其实很多的老师我其实都蛮佩服的。你知道每个老师身上的价位是不同的。有些老师可能是一个小时几万块，有些老师是一个小时上万块。几百万都有。有，对，都有。可是值不值得？上过的人就知道。对，那我也因为去上过有一些课程，确实对我帮助非常大。那也打开我对金钱的一个视野的认知。因为金钱它不是想要有爱吗？跟着有爱的人。那我们的观点如果是扭曲的，是错误的，我们怎么给出爱？对，是这个概念。其实上课我蛮喜欢上课的，就上课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你同样磁场的人都会在那一边。对，因为那个学费最好是越贵越好，越高越好。为什么呢？因为证明你的身份跟你一起学习的人那个身份是一样的，就是能付起这样子的学费才跟你交朋友。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数字，这个金钱，他已经帮你审核了谁是你的最好的朋友。咦，不错的思维哈。有吗？我去上课我是靠着这样思维的。假设今天我去上那个课程是10万，那么也是不是说意味着我身边所有来上课的那些同学都是付得起10万的人？咦，那么我有10个付得起10万的人，那我们在一起就是百万富翁。
所以看来配影我们要涨价了，一定要，因为首先要我认为啦，我不懂对不对啊，老师、嗯、就献丑了。我觉得，金钱这一个事情要提升的话，首先人脉圈一定要提升。应该说，我们的思想观点要先开阔。嗯。要不然就算这样子的能量的人在你旁边，你们其实看不到的，嗯，因为在他的眼里你就是一个穷小子啊，因为话题对答不大，因为你的意图，嗯嗯，这是动机跟意图会很明显，对对对对，这样大家可能就听得越清楚，并不是说你到那个地方，就好像坐在你旁边的人，你不见得要理他，嗯，可是同样的个人能量所呈现出来的。很奇妙的，你就会觉得当我内在的这个能量是转化的很棒的，我只会吸引一个同样很棒的人，对，来注意到我，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要提升的、嗯、而不是表面上说哦，你觉得他很富有我就跟他做朋友，嗯，你顶多跟他做朋友他只会觉得怎么样，你是来巴结我的吗？这就是差别，嗯，对对 OK， 嗯，至少对我就是意思是说那个思维要跟那些富有的人调到同一个频率，对，也就是说你的承载能量嘛，嗯，只能说你不再排斥了，嗯，就像我们在欣赏、嗯、比如说我常常对我的学员讲，其实我很喜欢香奈儿，香奈儿，对，嗯，那为什么会喜欢，是我欣赏它的工艺之美，嗯，对，它的细节的处理，可是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些人就会讲那么奢侈干嘛，就是他的意识只专注在那里，嗯，他就看不到他的美了，大家这样更清楚吧，嗯，就是维度不同，你看的世界跟观点就不一样、嗯、可是如果是两个同样的香奈儿同号呢，好开心哦，哇你怎么有这个东西，哇他怎么能够做得这样，我们会聊得很起劲、对对对，甚至我们会吸引更多跟我们同号的人，对对 对， 对，甚至哎、那边有一个香奈儿老板，我们就会又相应了，嗯，对。可是你如果尤其你要注意，你关注到你都在讲什么，嗯，比如说我们如果常关注的就是你看这个景气这么差，嗯，对，那个政府怎么这样，那个怎么这么这样，都是抱怨，我们就会吸引那些一起抱怨的就回过来，对对对，是这个概念，嗯，对。所以先审视自己你都在想什么、嗯、比较重要。但有时候觉得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不妨去看一下卖豪车的地方吧，那些销售员都没空理你呢，因为太多人看车了。因为你的意图你要很清楚啊。嗯，像我常会做这件事，嗯，在我，你说对了，当时在我不会先去想说这个销售员会怎么看我，我会很清楚的知道我去那个销售的场地，我去的意图跟动机是什么，嗯，我去是感染，我是去跟那些有能量的东西做连接，对，比如说我去香奈儿我就去连接，可是重点不是那一个sales 他不理你，是你进去你其实没有看像镜子一样的看你自己，有些人进去那个精品店是畏畏缩缩的，嗯嗯，那你畏畏缩缩，那这么多的客人他只会吸引他认为有那一个匹配的这样的人，他才会去招待他嘛、嗯、所以有时候你必须很正视，不是他不理你、嗯、是你自己的举动，你自己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人家看不到，嗯，不是他不招待你，那如果我意识到这件事情，我会告诉我自己说，好，我进来我就是纯粹来欣赏，嗯，我纯粹来连结，嗯，我纯粹来观察这样的人他怎么说话，他怎么做事，嗯嗯，那这个过程当中我都是自在的，我就不会一直专注在这个 sales 有没有理我，对 对， 对，不干我的事，所以动机要清楚。通常就会下午茶走，就去豪车的这个 showroom 里面喝一下下午茶，去感受一下，我觉得挺好的。对，嗯，你就会慢慢习惯了、啊，习惯了、啊，习惯好命、嗯，习惯被服务的感觉。对，嗯，这句话很重要、嗯很。然后把车钥匙给他，你帮我修理。那我今天下午茶我就在这里了。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奇怪的是，习惯，你自然就会营造这样人事物来帮你服务，是很妙的。就好像我去到各国、嗯、
我其实英文很差，我们的学员都知道。可是我有一个心愿清单，里面写的是我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一个翻译在旁边。哇，这个超屌的，我很喜欢。所以我去到哪里都刚好会有一个讲中文的人。对呀，对呀，我们去到越南也不怕嘛，因为有翻译啊。是的，嗯、啊。所以它就会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玩的事情。对对对，那老师你去别的地方讲课也不要怕了，我们就请翻译啊。对啊，是啊，嗯，所以我慢慢的会知道说金钱其实跟我们的关系是很重要的。那金钱是宇宙透过这个金钱或者是幻化所有不同的形式来爱我的管道。那我会觉得不管我今天拥有了什么，我都要谢谢你宇宙，我看到了，哦，我的真我，谢谢你，嗯，我要跟你连接，嗯，所以你在每个当下，你就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拥有，嗯，那这件事你会不断不断的扩大，也就是你所专注的都会扩大，哇哦，就一直保持在那个感恩的那个频率，对，嗯，你慢慢就会觉得，我常家宝老师常会跟我讲一句话说。哎、欸，老婆，我都觉得你有如神助。我不管走到哪边，他都会觉得、嗯、哇，怎么这么神奇，都有人帮你，都好像看似很困难的东西，好像你就像打太极一样，都好容易。我说我都在我内在创造。嗯，对。那我现在带着这些朋友一起在创造，然后其实看到越来越好。就好像有人善用莫名其妙的给你钱，对吧？嗯，我们的学员都慢慢的去感受到这个力量，那这个力量其实是很好用的。所以可想而知，林语堂老师的内心是非常强大的。嗯、他可以用他的内心去创造任何一个他想要的东西。那如果你也想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呢，你可以从我们的连接那边报名明天去上课。谢谢，谢谢主持人。我觉得跟你聊天很开心。我可以去旁听吗？很想去吗？我们会盛大邀请你来。对，因为我认为每个人都要轻而易举的付出啦。嗯，其实当我听到这句话，我记得比尚老师他讲的这句话，我其实内心充满了感动。因为我常常做一个比喻，是我在生病的时候我自己认知到了，说如果这世界是一个身体，嗯，然后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细胞，那我们怎么能够不爱我们任何一个细胞呢？嗯，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富有，嗯，每一个人都健康，每一个人都平安。嗯，我认为这是我一直不管在哪一个国家我想要传达的。嗯，那这样的一个信念，坦白讲，我会在一体的意识里面，也就是说我一个人好了、嗯、每一个人都好、嗯、所以每一个人好了我也就好了。嗯，那这样子的心量就符合道德经，嗯，厚德载物嘛，上山若水。 那我慢慢觉得原来这些看似高深的道理其实都可以活出来的。嗯，那对我来讲就是施跟受都是幸福的，这是我常在做的一些事情。那我也希望透过今天的媒体、嗯、让所有人都听到。嗯，不管任何一个在这个平台上面所听到的，只要你听到这一句话，我必须把它送给你，其实你是备受恩典的，你很重要。嗯，你真的很值得付出。你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就决定让自己富足，决定让自己开心，嗯，决定让自己健康和平。对，我认为这是每个人今生都要达到的。跟老师聊天很开心，而且他启发了我们很多的思维。嗯，谢谢。所以我也希望老师未来的人生日子里越来越丰盛。谢谢，富足，嗯，就是这股力量，嗯，这叫良善的循环嘛。对，可是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感受到吗？其实唯有你看，我们慢慢的在很简短的一个小时内，我们可能这样子的交谈会让我们在意识上越来越丰盛。嗯，可是有些人你可能在一个小时内，你越听越匮乏，越听你都面目狰狞了。
对，所以我们才说你必须意识到你平常都在说什么，你平常都在想什么。那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边，我很开心。我也很开心，老师竟然远道而来的上我们的节目，我们觉得非常有光荣。虽然我们这里不是什么豪华的设施，但是我们所表达想要传达的讯息都是很珍贵的。是的，请各位观众们大家多多继续支持与分享。太好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也透过这个平台的人，如果你现在正遭遇一些困境、一些不幸或者是疾病，我要跟你说，这不是宇宙在惩罚你，不是的，是宇宙在扩容你的承载的能量。因为你要扩展了，他要给你更多，但是你得意识到，你得等着怎么接收。那我认为当所有人都能够吸取这一份滋养，那我认为不管你发生任何事，它都是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对，好有意思。我们真的讲到十点，真的到十点。我们不是讲一个小时吗？不是一个小时，我真的有受骗的感觉。我们不是要讲一个小时吗？没关系，那我们来看他们有给我们什么留言，因为留言很多了。好。主持人太投入。是啊，我很喜欢，我很喜欢学习，也很喜欢听。所以如果你像我一样很喜欢学习，你就可以报名参加这一趟的课程，因为老师特地从台湾来到马来西亚，机会难得。谢谢。哇，还有人打笔记，宇宙扩容你的存在能力。很好。我想其实很多人这样子的观点，包括我自己，为什么这一段时间我很喜欢学习，包括嘉宝老师量子转念引导技术，真的让我真的是扩容我自己心量格局。因为在这条路上其实有很多的法门，那我必须讲，不管你现在在任何法门都是一个好的法门。那因为量子转念引导技术让我知道，所有的不管在任何的学派或体系，只有一个重点，都希望来访者更好。那不用任何的外在物质做很努力的改变，也许从意识就可以改变。所以我觉得在嘉宝老师的理念下，也告诉我们的学员，其实是对所有的学派都是接纳的。那我觉得这一份的很良善的认知是好的。那我也希望各位就是能够尊重每一个人他相应的学派，可能有些人在基督教，有些人在身心灵，有些人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在成长，这都是非常好的成长，不用太拥护哪一个法。这我认同，因为地球上只有一个 species 中文叫只有一种生物，像我们这样子都是人类。对，所以我们是承载接纳。We are one species， 所有的存在。那我也祝福，就是在这一条身心灵，我们的同业也好，就主持人也好，或是在座每一个人，其实你看到的，只要是人共同的心念，都是想要向上向善。对，所以没有谁好谁坏。那这是我们今天也想要传达出来的。对对，我认同这个观点。就不要太去负能量的去对去批评或批判，我觉得那没必要。对，抱怨没有用。对，靠自己。好棒哦！我觉得，今天跟你相见，我越来越了解为什么啊？缘分，缘分，缘分。对，那我也希望女性平台更茁壮，是去成长，因为正确的理念确实要不厌其烦的去传达。那如果我们有这个力量去传达，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因为我太讨厌负面新闻了。了解。所以不想要这些混乱，我们就选择和平。对，现在一打开都是被分享最多次的，应该是杀人啊，谁被杀啦，谁死啦。我穿插一件事，刚刚我就跟佩莹讲说，其实你来邀请我谈这个疾病，我都告诉
佩颖跟心仪说，我已经忘记当病人什么感觉了。然后我想一想说，对啊，我不用教我这些观众怎么生病，我只要教他们怎么样健康，怎么样接纳，对，嗯，然后去转变。对，我觉得这是我想传达的。那你会发现，其实我在生病到现在，我不会专眼在说我要怎么吃，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没有哎、欸，我比较在接纳、我比较在怎么接纳那一个各个不同人格面具下的自己。那我接纳自己，我也就能够接纳别人，我就可以接纳众生，我就可以接纳这个世界。我认为这是内在和平的开始。那老师，你的未来有什么计划吗？我的未来就是每天都要很开心。我没有说一定非得要什么物质层面。但坦白讲，我真的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任何可以想得到想不到的地方去走一趟。把爱传到全世界去。对，然后最后一个信念就是祝福，就是举凡你想到林语坦，我就希望你能够等同我，更和平、更健康、更富足、更丰盛。这是我想传达的。这是老师给大家的祝福哦。那好了，我们还有五分钟，我们就给观众发一点问题。好啊，好啊，不是说好的一小时呢？好了，那就结束了，两小时。因为不好意思哈、哦，我们就邀请老师一个小时，但是我们聊了超过将近两个小时，因为实在是太有营养了，我不把它放走。谢谢。只要导演还没有喊卡，那个机还是在拍着，所以我们走不开。所以你也忘了吗？都忘了，都忘了。哎，刚刚一看一下，哎，原来时间过得正，真快。我看线上的观众也有同样的感觉，一定是听到津津有味，是不是？很开心，原来大家理念是一样的。是是，很开心。大家都在一起哈，对，而且会看到，其实每个人看到每个人的成功，每个人的快乐，其实我们都会更快乐了。那大家会越来越有力量，这样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对，其实每个人都很优秀。对。好，那么在我们现在也是节目应该要结束了，我们非常不舍得，对不对？好，那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要把这个感谢状呢颁发给我们尊敬的林语坦老师。好，那么线上的观众就别走开，继续看一下我们这个彩蛋。我们这个节目结束过后会有彩蛋哦。谢谢。谢谢，拜拜，记得收看 Lemon TV， 拜拜。谢谢大家。